个邦交的话，就变成我们西边的最重要的大文山地区的，你在开心大文山地区。所以这条安心桥以后就成为它的名景，大文山地区的轨道交通能够完全的变得非常清晰，来让这里变成我们的第一名的指标，来个大文山地区能把绿色送风中对周遭的环境就可以看到你的安心桥。如果在晚上的话，把灯光做得更漂亮的时候，那看起来回到我们觉得说已经回到我们安心桥了。所以安心桥代表我们大文山地区每个人都能够一个安心的科技进展，这是最棒的。哎，民朋友，画面 OK 吗？要不要再？大家 OK 吗？好，请市长稍留步一下，我们要接下来请市长，今天有30位。